半年前的一场车祸，我失去了声音。为了闪后面的车，往右看，就撞到他了。所以如果你拉近看，我是没有喉结的，因为我的喉结已经凹进去了。因为我有去参加过一些像 Super 跟星光之类的海选，我真的很希望我能够去慢慢的存一笔钱，然后去做复健的手术。哇哦哇哎喽，哦哇哎。